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6月4号，现在在法拉盛。今天我们12点钟，法拉盛有听说有游行，所以12点会有直播，请大家关注啊。人很热闹，这个疫情好像已经过去的感觉了，就是大家都基本上恢复正常。请大家订阅我频道，然后12点开直播法拉盛的游行。